生上前受封。
志当存高远，路自脚下行。一水潇潇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。梦中前尘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送你一颗桂花糖，陪我放风筝好吗？梦中前尘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送你一颗桂花糖，陪我放风筝好吗？志当存高远，一水潇梦中前尘，如临深渊。Thank you.
顶级此处可进入静思居。大人，请随我一步顶级出游，打开出。大人，闲暇之余。大人，您在出游途中获得的阅历达到一定值，可大人。Thank you.
梦中前尘。梦中前尘，如临深渊。是要做诱饵？是，惩罚你的应当是大喜的律法。有人不想你回去，但我要保住你的命，让你和证据都完完整整回到京城。我要让所有害我楚堂姐姐的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。
被骗了。这女的不必留了，除掉她。初唐姐姐是不是还在等我？好想再见。水月水秀没了我以后他们去哪儿？哎呦，老师，三公子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让我看看你的伤。你忍忍，我先给你清理伤口。对不起，我自作主张了。不，你做的很好。君上，以上便是此次调查的全部过程，人已关押，随时可以提审。这是知县的供词，还有顺天府尹与知县勾结的书信。好一个官官相护，徇私枉法。君上息怒，保重龙体。李福，传孤旨意，着翰林拟旨，云阳县知县正实，秋后处决。顺天府尹郭守，此次相关涉案官员，一律革职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办。方才老三说此案告破你也有一功，说吧，要什么赏？此乃臣分内之事，不敢居功。有段时间没看到你在奉天殿了，日后奉天殿上朝还是有？是。三公子，不知下官何时可以去接楚堂出狱？旨意下去后，自会放人。我知道你心中焦急，只是你如今去，也无法将人带出来。不如先回家好好歇歇，明日旨意传下，你便可以领人出来了。是下官操之过急了。志当存高远，路自脚下行。一水萧萧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。梦中前尘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一水萧萧西风冷，满座衣冠。送你一颗桂花糖，陪我放风筝好吗？Thank you.
你可回来了，师兄想死你了。大人回来了，差事办得可还顺利？一切顺利，楚堂姐姐也能得以昭雪。那太好了，大人一定饿了吧？我和沈月这就准备吃的去。请带。点击此处进入羁绊界面。点击此处向徐荣远送礼。大人快点。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
是叔。叶大人。啊，许久不见。上次考核后，吏部便将我调入监察司。原来如此，我今日是来接储典史出狱的。哦，出狱的文书已经签发，方才储典史的。唐儿，唐儿，唐儿，初唐姐姐。姐姐，我回来了呀。初唐姐姐，为什么？储典史是怎么出的事？小人不知，小人也是方才领人进来才发现的。从伤口看，是强烈的撞击所致，如无意外，是自什么？墙上的痕迹也与楚唐姐姐额头的伤口吻合，可是明明真相大白了呀。我方才在桌上发现了两封信，想来昨日他借了纸笔写家书，其实是一封是给他父母的，一封是给你的，也许里面有你想要的答案。对不起，妹妹，说好要等你回来却食言了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也希望你能原谅我。这一路走来，我希望竭力撑起这个家，到头来却是因我才一落至此。我已倦，便让我去陪他吧。黄泉之下，他定若心中还有不舍，便是你与爹娘。妹妹，愿你往后余生清澈，去看看那未曾见过的风景吧。心永远向着你的。唐儿，姐姐，错的。妹妹，如今读书可以改变命运，那是不是不久以后，女子也能自由地做想做之事？一定能。到那时，
女子可以摆脱世俗的枷锁，与我同梦。郡主，升康三十年初秋，登闻古冤案落幕，云阳县知县郑石秋后处决，顺天府尹郭盛流放北境，相关涉案人员云阳县典史处堂，卒于狱中。大人，今日您要往奉天殿掌祭，莫要误了时辰。是该走了。嗯，大人怎么了？等天气适宜，我们将紫藤花的种子种下吧。是，大人。
大人，点击此处。大人，这里就是。大人，让我们选择一个部。大人，让我们选。大人，点击制作。君上，南境传来捷报，石公子剿匪是顺利，不久后便可班师回朝。石公子果然神勇。另外，登闻谷一案后，顺天府吏部这几日根据考核结果，以一份名单给孤。臣遵旨。君上，儿臣。君上，臣有本要奏。下长院有何事要奏？登闻谷一案引起百姓热议，激起民怨。案子虽结，但其背后的弊端，郭盛与郑石。皆是从未接受过考核，承印入朝的侍奏，在位如他们一般之人，只怕还有。为稳定民心，老师，父君。君上，印任带来的弊端确实颇多，往后承印入朝者也需通过考核，具体施行之法何在？大半年前，三公子曾有此提议被否决，而今下长院重提此事被准，莫非君上其实在等一个合适的契机？
小事，方才您不该抢了我的话头。老臣嘴快，时机成熟，君上必会废除印刃之职。此时您站出去说，等同让所有矛头对准了你。三公子，老臣可为君上立刃，但您不可。当日您回京遇袭，留下的一个活口也无，便可只是执旗者懂得自保。三公子日后当提防着袁楚殿下。许久不见了啊。夏长院是在和我说话。大人何故装作看不见我呀？是下官失礼，请长院恕罪。不必紧张，只是许久不见你在奉天殿当值了，打个招呼。我让杨学士给你安排工作，他没有为难你吧？之前杨学士似乎认为我的能力不足，故而将我调出奉天殿。还有此等事？我会好好问问他的。对了，我听三公子说。多谢夏长院关心，小伤无碍。你不必拘束。大人，从太仆书局买来的书您都看完了？是啊，总觉得不够看。我倒是知道有一处地方书很多，您应当会喜欢。你但说无妨，昭文阁是大起第一藏书阁，内中包罗万象，甚至藏有许多孤本。只是昭文阁内求学的道路理应精进不休，又何妨也。大人，点击此处，点击这里进入日，点击这里可选择昭文阁，点击昭文阁打开玩法，点击这里就可以。
结案的文书还需要你签字画押。你有是。还未来得及向三弟道贺，三弟这桩差事办得可真是漂亮。拜见原楚殿下。听闻此次办案是大人随行，出了不少力，也算是年轻有为。原楚殿下谬赞。见过二哥，我先走了。三弟真是急性子，连与我聊几句的功夫也等不得。二哥想说什么？三弟差事办得漂亮，三弟老师的谏言，此举想必能笼络不少寒门子弟的心吧。我左右不了他人的想法，但登闻谷一案实乃有的人，郭胜能有如今的胆子，只怕不单单因为他是舒昭仪的族人。旁人都道三弟不好相与，我刑部还有些事，我先行一步了。你不是还要随我去刑部签字画押？啊，是，原楚殿下，下官告退。是在想什么？下官只是在想三公子方才说的话。郭胜与舒昭仪，舒昭仪出自郭氏嫡系一脉，其家主也是跟着君上开国过来的，故而郭胜出自郭氏旁支，沾了光才能坐到那个位子。不过如今出了事，原来如此，这也是我们回来路上遇袭，和当初两位大人推诿，不愿逐理。这些弯弯绕绕，你现今不必理会，坚守你的本心。下官谨记教诲。